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啊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啊，人都怪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把转把那个红线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，啊，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天黑了，星儿都亮了，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，啊，太低了，真是太低了，真好听，下次我还得升个调调，真好听，兄弟们，就这歌咱说心里话，真的你就听去吧，没啥事儿，一整我一整就是开车开夜道前我就乐意听这歌，真的提神啊，对呀、啊、就嘚瑟听嘚瑟烂惨那种感觉，就是开车能专注一点，一三就这样好听，这样的实话实说，真的，哎，那输了那个框我把地址给你吧，嗯，行，你把地址给我吧。OK 了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区立第五大道松海环宇天下2912刘一手中。OK 了，太长了，能不能整个简单一点？那个梁红老师家场控到时候翻下回放，完就干记一下我的地址啥各方面。兄弟们，今天的直播没白开，赢个相框，那相框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相框是真的，但是那个边我怕掉色。那边不是金的。这边是塑料的，那我心就金的呢，我心金的呢，我心这啊这直播没白干，那完了，那不咋值钱是吗？你把这个相框给你寄过去吧，我给你搅下来吧，给你寄过去，行，我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兄弟们，咱们就争取乱斗歪歪所有的主播，让他们一人给我一摞上东西，哎，完了之后我整个军火库，就是战利品集资中心。好不好，咱争取就给他们全赢了，全赢过来。行 ,OK 吧。行，你要是相中我的窗户帘，窗户帘都给你。那帘不行，那帘太沙了，那帘的各方面他能相中，他能喜欢那种。就玉帝哥哥那种感觉。能听吗？我把这个整个这屋你要相中都能给你。这是公司啊还是家里啊？我这是家里啊。在家里是吧？嗯。OK 了 ,OK, 确实挺好。给家搬了，给家吵了，兄弟。那整整没事，你要相中我就给你寄去，就是没有多钱。什么东西？就这屋就给你寄去了，这屋。这屋咋给我寄了呀？把那布卸来就给你寄去了呗。啊，绿布是吧？你看我就说他是虚拟背景，你看我就说虚拟背景。把这块你给我找一差不多的啊、哦、啊，红姐啊、哦，这块。好嘞。哦，这是我这个军火库，属于是这个战利品集资中心，属于是头一个，第一个，啊，咱赢到的第一个东西啊，我咱争取多赢一点。那里边那个内容啥的，那个相片啥的换吗？随便你看着，行吧。